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邵雨薇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刘海要怎么弄才好看。我现在呢，先选择我要的那个刘海的区域，中间的区域呢，就是要拿来做大发卷的部分。其实看起来好像很不会卷也没有关系，因为我也不是那么厉害的，可以把它包得很漂亮。可是只要成品出来好看就好。然后两边的刘海，我喜欢的卷度就是往外翻，往外卷，让它的卷度之后会呈现在往外翻的。由于呢，我刚刚已经有喷 spray 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静待一阵子，让我的刘海固定好，然后让它定型。所以我们就时间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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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5分钟吧。然后我们把它放置了15分钟之后，我们的头发就会开始变卷喽。所以我现在可以拆啦。好。由于就是这样子，还是不能见人，因为就是你要把那个头发都再顺一下，它的这个卷度稍微的就是拨来这里，让它很自然，刘海不会太死在前面。然后这里的话，乖乖的话，你也可以就是让它顺顺的。然后像我比较喜欢不乖的话，就会把它就乱放。所以它现在的这个发卷的方式，就会让它刘海呈现像这样的感觉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刚刚教完发卷的，我现在还有另外一招，就是我觉得平常我很喜欢穿得很有型的时候，要怎么样搭配有型的服装的那种刘海还有发型呢？好，首先呢，因为我最近非常喜欢低马尾的绑的方式，其实非常的简单，不要绑太紧，但它的重点就是后面后脑勺一定要拉一下，不然头型就会不好看。这一次呢，我想要做比较个性一点的发型，所以我就会想要让它的刘海的卷度更有趣一点。所以它是那种有点类似垂直型的那种折度的感觉，就让它类似像往外翘的感觉。放开，往外翘了，看到了吗？就是要这样怪怪的，是这种卷度。然后这种卷度呢，你就可以把它拨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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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拨松之后，让它去它想去的地方。最重要的是这个刘海一定要松哦，一定要松，绝对不能让它塌掉，因为这样就会很好笑。也要让松松的，上面也要抓得松松的，然后这个就可以用一起夹卷一下。好，我现在卷完这个卷度了之后呢，因为它是比较短的头发，它绑不上马尾，所以我就把它拿夹子，一般大家都会有的猫夹，把它夹起来就好。因为我是一个不喜欢头发太整齐的人，所以我的自己做头发的造型永远都是乱七八糟。好了，这就是我的折痕刘海。刚刚他们说这叫做邵氏刘海，对，就是我喜欢乱乱的感觉，希望大家喜欢。